五名，张悦。1960年出生的张悦是远大集团的创始人。远大集团是一家经营管理型投资公司，总部位于北京，主营业务涵盖医药健康、置业投资、贸易产业及金融服务等产业领域。张悦的个人财富达到105亿。第四名，帅范文。1966年出生的帅范文，目前的身份是尔康制药董事长。尔康制药的总部位于湖南浏阳，主营业务包括药用辅料及新型抗生素产品。该公司已经在创业板上市。帅范文的个人财富达到132亿。第三名，陈邦。1965年出生的陈邦是湖南长沙人。他目前的身份是爱尔燕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。陈邦当初拿着3万元创业，其拥有的爱尔燕科已经在创业板上市。陈邦的个人财富达到180亿。第二名，梁稳根。1956年出生的梁稳根是湖南涟源人。他目前的身份是三一集团董事长，创建于1989年的三一集团总部位于长沙，是中国最大的工程机器制造商，产品远销国内外。梁稳根的个人财富达到320亿。第一名，周群飞。1970年出生的周群飞是湖南湘乡人，他目前的身份是手机屏幕制造商蓝思科技的董事长。周群飞能有今天的成就，主要因为他够努力。要知道，20多年前他只是个普通的打工妹。周群飞的个人财富达到710亿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